统计局的研究报告显示，2010年多市居民每天上下班要用33分钟，全国平均时间是27分钟。尽管各界一直大力宣传公交系统在环保和节省开支方面的优点，但是在2010年，仍然有约82%的居民驾车上下班，只有12%的居民使用公交系统，6%选择步行或骑单车。而调查也发现，使用公交系统上下班的全国平均时间是44分钟，比自驾车上下班长20分钟。